只能让你提高自身的这个地方，好吧？我说多少次了，所有抽奖都是免费的，所有抽奖都是在直播间的，你跟我说他去哪儿上当受骗，对不对？他这说明就根本就没有听过我这句话。我天天说小金妹子小金妹子，但是天天也还去找骗子，你说我能有啥办法，对吧？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对面还是粉丝。我去你个老爹，我实在是脏，你就知道是我哥们儿，你跟我说你都知道是我啊，你就知道是我老顶，对不对？这个老屌实在是脏，他的名字叫黑奇寒。你敢动我，我要杀了你老屌！我给你表演个一套秒吧，哥们儿，行不行？能不能配合一下？你不要替身，替身的话就是你不配合，你不要替身。我给你表演个一套秒，老屌！哦，完蛋，没接上，没接上，完蛋，没接上，兄弟们，完蛋！我本来计划放他两个大招的。没接上，没接上，好可惜啊！这是真粉丝的兄弟们，这是真粉丝啊，可能是直播间的粉丝啊！传说了自来也，问题不是太大。老爹的赞，老爹，你还要送吗？一点出彩蛋，兄弟们，妈呀，是不是有彩蛋，兄弟们？彩蛋哥，哎呀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他替身了，真是的，他替身了，差一点彩蛋呢，老顶，真的是气死我了，说实话，差一点，我还在这等着彩蛋呢，兄弟们，说实话，我都在这等半天了，说实话，哎呀，气死我了。你咋又过来送了呢，哥哥？啊，彩蛋了，老顶，太坑了，差一点点，上人了没有？我看应该是上人了，应该是上人了。哎呀，哎呀，上人一接，啊、哈哈哈哈，老家的赞，真好。